我要煮一下。咱们那个把它切了以后，给它腌一下。这个直接用白醋来腌，来点盐，然后再拍两个蒜进去，然后给它拌匀，腌一个小时以上。这个泡菜已腌好了，现在炒出来才好吃。这个要一点点油就好，油不要太多。辣椒先下锅，啊，炒死。现在可以加点油了，肉下锅。再来点姜片，姜片下锅。为了增加它那个香味呢，来一点点白酒。不要太多，再来点豆豉，我们老家那个铜川豆豉。你们家没有酱油，用生抽也可以。辣椒下锅，一点点啊，不要多。盐也不要加多了，关火以后给一点点味精，当你那个吃红烧肉吃油腻的时候，来点这个。